保罗的平行世界，捷运艳遇。捷运列车上迎面坐个美女，手上拿着智慧手机，对你眉来眼去，笑意盈盈，你的反应会是：一、道貌岸然，不受诱惑；二、戒慎恐惧，察言观色；三、人家在打电话，别表错情；四、我也拿着手机，对他谈笑风生；五、闭上眼睛，免受折磨。